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七十一集。村中所有看热闹的人立刻四散而逃了。约莫十分钟以后，金家户族里的二十来条后生也操起家具向金俊武家赶来了。作为同宗同族的人，他们自觉地负起了传统的责任。当这类事发生后，本族有人遭外族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有义务用同样的方式聚合起来与之对抗。这种关头，作为同族人，就是历史上或现实中相互之间有嫌隙，也暂时被放在一边，要庄严地为神圣的传统原则而战了。金家户族的人很快冲进了两个院子，和外村的王姓展开了一场混战。金俊武父子弟兄们看见本族人赶来支援他们，都感动得眼里涌满了泪水。在这混战的人群中，只有一个毫无缘由的两旁世人也在参战，田二的憨儿子田牛。田牛在混战开始，外姓人纷纷撤退的时候，他觉得更有意思了，竟然笑嘻嘻地顺手拉了一根柴棍子，也掺和到里面打开了。他不分敌我，见谁打谁。王姓户族的人以为他是金家的人，就和这个憨汉也打了起来。田牛身上挨了几棍，顿时勃然大怒。混乱中，田牛拿棍子追着把金俊武的一只猪娃子腿打折还不罢休，又把一只老母鸡也打死了。正在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之时，金家户族里一个对田福堂极端不满的人突然对王家庄的人喊叫说，门市大队书记田福堂让关起来的，你们不找他算账，在这里遭什么殃呢？这不怀好意的谣言一下子扭转了这场战争的局势。王家庄的人根本不知道双水村的情况，立刻对这话信以为真了。这群盲目的暴徒先后停止了在金家院子的攻击，在为首的人带领下直奔田家哥老去了。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现在金俊武和金俊文家的院子满地狼藉，外村王家族里被打伤的人被同族人扶到了王彩娥家的院子，金家族里受伤的人分别被抬回了自己家里。金俊文衣服被扯得稀巴烂，手上流着血，他的小儿子已经被打得睡在土炕上直喊爹妈。金俊武大眼睛里充满了红丝，两只手分别拿着切菜刀和杀猪刀子，仍然僵立在自家的门口。他终于使王家庄的凶徒没有能进入家门，而他哥的家门却没能守住，攻进去了几个人。尽管俊文父子三人拼力作战，但家里还是被砸得一塌糊涂，水瓮、盆碗没有一件是完好无缺的。现在，王家庄的二十来条后生已经趟过了东拉河，到田家哥老寻田福堂的麻烦来了。田福堂做梦也不会想到，这股祸水会被引到他家。这些打红了眼的人刚过了枯叶河的小桥，有人就跑到前面给田福堂传了话。福堂由于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一时慌乱的不知如何是好。他先吼叫着让老婆和儿子赶快去邻居家避难。老婆和儿子走后，他又把窑洞的门都锁了起来，然后他飞快地跑到院墙外，吼叫田福高和田姓人家的后生们赶快来保卫他的家庭。以田福高为首的田姓人家的几十条后生，几乎和王家庄狂暴的后生们同时赶到了田福堂的院子里。一场混战立刻又在这里展开了。王家几个捷足先登的人已经爬上了田福堂家的窑顶，把窑岩石挨个的往过砸，碎石头顿时噼噼啪啪落在了院子里。田福堂身弱体瘦，根本无力参与这种暴力事件，他急得大声向王家庄的人解释，这件事与他田福堂一点关系也没。
王家庄的人已经打红了眼，根本不听田福堂说什么。幸亏田福高几个蛮汉抵挡，要不田福堂早已被乱棍打倒在地上了。当早晨王家庄的人刚刚进村以后，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就知道事情不妙。他本来指望田福堂赶紧出面制止事态恶化，如果田福堂自己解决不了，就应该赶快给公社报告。但是群架已经打起来了，俊山还没见田福堂有什么动静，他对福堂的这种态度非常生气。尽管你和俊武有意见，但这种事上怎能坐山观虎斗呢？你这个大队领导太没水平了。金俊山想，田福堂不管这事儿，他金俊山不能像田福堂一样袖手旁观。别说他还是大队副书记，就是个普通社员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出人命。金俊山立刻跑到田家阁老去找田海民，让他开上拖拉机赶快去石各节找公社领导。海民不敢怠慢，马上就去发动拖拉机。拖拉机临开动时，金俊山还不放心，索性自己也坐拖拉机到公社去了。金俊山和田海民他两个人来到公社，碰巧白明川下乡不在机关，他们就马上向副主任徐志功紧急汇报了情况。徐志功说，这种说不清楚的事公社怎个管法呀？再说明川也不在。金俊山着急地警告徐志功说，公社要是不赶快去人，恐怕马上就会有许多人被打死了。徐志功想了一下，觉得自己不去，将来出了人命，恐怕他也的确担当不起。于是他很快把公社武装专干杨高虎找来，让他赶快出去，在公社市企业单位找十几个基干民兵，全副武装，立刻跟他赶到双水村去。一时三刻，徐志功和杨高虎带着十几个武装民兵，坐着田海民的拖拉机，火速向双水村赶来了。公社的人马开进双水村时，正赶上王家庄的人和田家的人在福堂院子里的大混战。徐志功一下拖拉机，就命令一个民兵对空鸣了三枪，枪声一下子把双水村惊呆了。打架的人和看打架的人都被震慑住了，立在原地方不敢再动弹。志功和高虎领着民兵冲进了田福堂的院子，立刻把斗阵双方手中的器械都缴了。徐志功同时命令把金家湾那面参与过斗殴的金姓村民都带到田福堂的院子来。处理这种事志功还是有魄力的，他命令民兵把外村的王家和双水村田家金家三姓所有参与打架的人都捆起来。由于人太多，急忙找不下这么多的绳子，高虎立即派人四处去寻，甚至把牛缰绳都用上了。霎时田福堂的院子里横七竖八捆倒了一大片人，连憨牛也被捆在了磨盘上。全双水村的男女老少都赶到了这里，观看了这幕悲剧或者是闹剧的最后一个场面。午饭前，王家庄大队的领导也被徐志功派人叫来了。在田福堂的钟窑里，徐志功主持召开了两个大队领导人的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谁砸烂的东西由砸东西者原价赔给物主；二，谁被打伤由打人者负责医药费，并负责赔偿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也可按两队平均工分值折成人民币；三，孙玉婷和王彩娥的男女关系问题因两个人都不承认，不予追究。在开会之前，惊魂未定的田福堂还没忘了安排让人杀了队里的两只羊，又搞了十几斤白面，给公社来的同志们准备了午饭。下午，徐志功、杨高虎和十几个公社各单位抽来的民兵，在双水村吃完羊肉烩白面片，喝了茶水，田海民又用拖拉机把这些人送回了石各节。
在此之前，王家庄打架的人也被他们村的领导人带上走了。于是双水村才结束了一天的大动乱，把许多有趣的话题留给村民们以后慢慢去说。秋分以后，再经过寒露、霜降、立冬几个节令，黄土高原就渐渐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庄稼早已经收割完毕，茫茫旷野，草木凋零，山寒水瘦。那风貌碧绿的夏天和五彩斑斓的秋天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荒漠的大地将要躺在雪白的大场下，闭住眼回忆自己流逝的日月。大地是不会衰老的，冬天只是它的一个宁静的梦，它将会在温暖的春风中苏醒过来，使自己再一次年轻。睡吧，亲爱的大地，我们疲劳过度的父亲。但是双水村的这块土地任何时候都不会安宁下来，一进入冬季，这里反而更加充满了激荡的气氛。现在田福堂从夏末开始筹划的拦截枯叶河的宏大工程已经紧张地进入了实施阶段。福堂亲自从县上请来的有关方面的工程专家，早在初秋就选好了栅栏和拦坝的具体地址，并且绘好了图纸。这期间已经恢复了一些元气的孙玉婷组织人力，卖掉了大队几万斤储备高粱，又用这钱买回了几千斤炸药。与此同时，金家湾北头为搬迁户修建的新窑洞也在不久前全部完工了。在大队领导的参与下，金俊武两兄弟、金光亮三兄弟都一起去验收了自己的新居。除过金俊武兄弟提出一些细节问题外，他们基本上都通过并接受了。现在只要这几家人一搬迁，就准备立即炸山。几天以后，搬迁的最后期限终于来临了。对于搬迁的几家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动感情的日子。是啊，离开自己住惯了的老地方，心里的确不是个滋味。他们大部分人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对这个小山嘴满怀着亲切的感情。这窑洞、这院子、每一个角落、每一块石头和土疙瘩都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失掉这些东西，多少日子他们都会感到心中空落落的。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家庭院落就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世界，和如此依恋的天地告别，那痛苦是外人所不能全部理解的。临近搬家的前几天，在县城工作的金光明就回到了家里，他带回一架照相机，给自家和光亮、光辉两家人在即将化为乌有的故居前留了影。这家人因为成分不好，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老老少少都装出没有什么的样子。但是晚上关住门后，当孩子进入梦乡，大人们就忍不住坐在灯下相对而泣。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在这个时候则无法控制他们的感情。接二连三的灾难给这个大家庭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调，就连生性爱耍笑的俊文的妻子张桂兰也失去了往日的活泼，经常冷着面孔对左邻右舍说话。搬家的日子来临后，这家人如同去年给俊斌办丧事一样悲痛。但俊斌的媳妇王彩娥是个例外，他对搬迁新居反倒表现出无比的高兴。他厌烦现在这三孔窑洞，这里曾经因为他和孙玉婷的关系爆发过震惊石歌节公社的武斗事件。另外
他常在梦中看见死去的俊斌坐在这院子和窑洞里走来走去，吓得他半夜出一身冷汗，不得不点亮灯坐到天明。他庆幸这该死的地方将要在轰隆一声爆炸中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